倒入一包这个调制好的酸辣汤调料，其他调料都不用放。舀千开水泡一泡，穿好肉片，六成油温，下油锅炸至变色，捞出。萝卜干先腌制30分钟，腌出炒，这是这道菜做好的关键。火慢慢烘炒，烘干水分，炸出香味。放凉装瓶，放泡好的干香菇，煮10分钟，最后撒上鱼。买回来你就像我这样做，做法简单，味道鲜美。过凉水，再兑半冷水下锅，一勺料酒，焯熟捞出汁，加盐、糖、生抽、老抽，搅时转入砂锅，倒入胡萝卜，再煮熟。咸蛋黄切碎备用，大虾去壳去虾线，加入屏幕上调料，抓匀腌制10分钟，金黄酥脆捞出。